I've only been transiting through China so far, but now that I can travel and stay here, thanks to the visa-free policy, I absolutely love that and I will take advantage of it. China is a wonderful country that many people should visit.7月1日，中国对新西兰、澳大利亚、波兰三个国家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免签政策。此前，中国先后对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荷兰、西班牙、马来西亚六国和瑞士、爱尔兰、匈牙利、奥地利、比利时、卢森堡六国持普通护照人员试行单方面免签政策。今年截至7月2日，上述15国共有近16.3万人次外籍人员免签入境来华，占到相关国家来华人员总数的近60%，整体呈现上升趋势。当前家庭出游和团队出游的旅客明显增多，随着7月份中小学假期到来，学生家庭举家出境游、中小学夏令营等活动持续升温，学生团、家庭团、旅行团等还将出现大幅增加。预计进入7、8月，北京口岸暑运效应还会更加明显，出入境客流将持续保持高位运行。